讲讲弘法大师十住心论。那么这个十住心论呢，应该讲起来啊，是这样子的，是一种，也是在讲一种相应，就是说你本身啊，是属于哪一个心的，哪一个住心的，你就会招感哪一种灵。那你假如是属于这个动物的心的，那你去招请来的灵就是动物的灵。这个十住心论啊，不只是指有形的，有形的我们这个人啊本身啊，他可以修行这个十法界，十法界的心啊，它都变来变去的。佛教里面讲啊，一切唯心造。弘法大师讲十住心论，就是讲说你自己的心啊，是可以变成任何一种的心，然后以你这种心啊来招请的话，来修法修炼的话，很可能来的灵啊，就是跟你相应的这个灵啊，就是从十住心里面去分别。这个意义就是在这里的，这弘法大师这个十住心论啊，它的道理它是在这里。这个道理也就是说，物以类聚，物以类聚。我们昨天讲那个啊，动物的心啊，这个动物的心啊，两个特征，一个就是食，一个就是色，两个心，两个不是两个心啊，一个心啊，但是它本身它的特征啊，就是食跟色，所以你要招请这个动物的灵啊。一般来讲我们人啊要招请动物的灵非常简单，随时随地可以招请啊。你看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招请那个青蛙神啊，啊我以前讲过这个青蛙神啊，我小时候也玩过，就是几个小孩子啊，大家围在一起，然后点香，点香在什么日子的最好，在十五啊，像八月十五最好，那个日子最好，因为月亮正圆啊，这个所有的这个灵啊都出来赏月啊，七月十五啊，八月十五，所有的灵都出来赏月。那个时候啊，点香，小孩子点香，那时候不懂事，跟着人家学，人家教你念啊，我念这个台语。这个点拿着香啊，就摇啊，这个四卡行零零零啊，请你八月十五来就行。这四卡行，四卡行零零零零零零，请你八月十五来就行啊，就是这样子，一面唱啊，一面摇，一面唱，一面一个其中一个小孩子啊，伏在地上装青蛙，就是他头啊。低低的趴在地上，屁股高高的啊，屁股高高的装成青蛙的样子，那其他的小孩子在旁边呢，就一路就唱这个啊，这个四卡行啊，零零零，请你八月十五来就行，四卡行零零零，请你八月十五来就行。你不要小看这个、哦、这个就是动物灵，你这样子一直继续一直唱一直唱啊，他精神感召这个青蛙，那个青蛙的灵啊，咻就附在那个小孩子身上，马上那个小孩子啊就神志昏迷啊，就蹦蹦蹦蹦蹦蹦跳，就开始青蛙跳，还有青蛙叫啊，青蛙叫是什么声音呢、啊？啊，总之他会青蛙叫，又青蛙跳。啵啵啵啵跳的很那个，跳不停的，
会出毛病的，有时候他附身了不走的话，真的会出毛病。这个就是请那个动物的灵啊，动物的灵呢，你不要以为是说我们小孩子这样子玩啊，可以请到动物的灵。其实很多大人也是请动物的灵。那个印第安啊 ，Indian people。那个印第安人，他们最喜欢请动物灵，蛇的灵 ，snake 的灵，而且鹰啊，那个 bird 哈、啊，鹰啊 ，eagle， 这个灵他们最喜欢请。你看他的那个图腾啊，印第安人的那个图腾，雕那个柱子，那个老鹰的嘴，老鹰的眼，狐狸的形。Snake 都雕在那个图腾上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感召啊，他们本身印第安人啊，在做这个供养的时候啊，请来了很多森林里面所有动物的灵都来，所以你看他们在雕刻啊，那些雕刻一雕出来就是老鹰，雕出来蛇，雕出来狐狸，就是雕这些动物在图腾上面，不是没有法力哦，照样有法力，动物灵照样有法力。所以印第安人那个巫术啊，你不要看他没有法力，其实也是有法力，他们招感的就是动物的灵。还有呢，这个埃及的这个人面狮身啊，人面狮身啊，还有非洲的萨满教，这些请来的灵很多都是动物的灵，动物的灵啊，像我们小时候啊玩的，玩碟仙呢、啊，你知道玩碟仙呢、啊？碟仙呢、啊，动物的灵也会来，也一样来。啊，你看那个碟子自己在那边哇，在那边跑啊跑啊跑，其实没有什么东西给他的，只有请他说，哎，请你来。啊，请碟仙来，就是这样子，啊，静静的请碟仙，三个人扶着请碟仙来，来了也没有什么请他，只要喝一杯水，哎，他就跑到水旁边去喝水，叫他吃一块糖，他就跑到这个糖旁边去吃一块糖，这个也很可能是动物的灵，但是也有可能不是动物的灵，也有可能不是动物的灵。但是要看你这个行者的心性，你这个行者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你还是这个好吃好色，你这个习性不改啊，你永远都是请的都是动物的灵。这弘法大师这十住心论啊，人啊会堕落到这个三恶道中啊，三恶道里面啊，是因为十恶才会堕落的，也就是这个杀、盗、淫、妄语、恶口、两舌、绮语、贪、嗔、痴，这个是十恶。你犯了这十恶啊，你就住心在动物里面，那下辈子转世呢？那没有话讲，你就是阿拉门啊，你就是变成动物了，你就会变成动物。所以这个是看你的住心啊，弘法大师啊，这个十住心啊，就等于十法界。你堕落到三恶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犯了这十恶，你当然堕落到三恶道。那你学法不修心，你当然是招请到动物的灵啊。啊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Om Mani Padme Hum。